姐妹们，我现在在海拔4000多米，稻城亚丁的地质公园，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古冰遗址。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稻城县的海子山地质公园位于县城北部60公里，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。海子山是由古地中海海底经由地质变迁抬升而形成的。这里呢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第四纪末次冰川遗址，是第四纪末次冰川的天然博物馆，被称为稻城古冰貌。海子山的自然生态系统非常的独特，是青藏高原东南部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，在世界同纬度地区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。地质公园内共有大小高山湖泊1145个，规模和数量在我国独一无二。在穿越地质公园的公路上，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作为中国人，我骄傲，我自豪。